个这一支 whisky 呢，它有淡淡的泥煤味，但是不会有像泰雷岛那样让人太过刺激。对，所以其实，但是它又是一支有个性的 whisky， 对，所以很适合独饮。哦，我觉得很适合独饮。那红酒我再多喝一点，好不好？我本来想要说说要打枪，你知道吗？适合独饮，那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爱喝这一支？因为酒都适合大家一起喝啊，但是独饮别有一番风味。但是有些酒就不适合独饮，比如说某牌 whisky， 某牌 whisky 烂透了，走路的那一走路，对啊，走路的，哎，走路的那个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通不得。好，阿赖山，看镜头了，都看我，没通，好，阿赖山，来。